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来 UP 主的频道。那么呢，今天呢 ，UP 主告诉各位 Xbox 的玩家一个好消息，就是《荒野大镖客2》即将免费了啊！本周呢将于5月7号加入 XGP 阵营，是不是很激动啊？是不是很兴奋？继上次 GTA 5免费了之后呢，微软又带来那么好的福利啊！不得不说，微软真的是财大气粗，和阿鲁星的合作还能给阿鲁星吸引更多的玩家。届时呢，你只需要在3天里面下载安装终极版即可，无需花773港币购买。只要这个游戏呢一直在 XGP 库里面，你就可以一直玩下去。XGP 库呢，目前里面有100多款大作，而且呢每个月还不断的增加新的游戏进来。就比如说即将上市的《我的世界地下城》，你可以看到我现在就可以直接安装预载了。下个月5月26号解禁了之后呢，我就可以直接玩了啊，不用花钱预购呢，我就可以直接玩到这款最新的作品了。再比如说《胡闹厨房2》这款作品啊，我还没有买，但是呢，我现在就可以全部安装了啊，包括本体还有所有 DLC 都全部安装。这就是完整版的体验。如果你是刚买机子啊，刚入圈 Xbox 的新玩家，不太了解 XGP， 没有关系。什么是 XGP 呢？之前的 UP 主也有做过视频，也有写过文章，大家可以看视频下方简介里面的那个专栏链接啊，去看一下。XGP 呢，就相当于一种会员制度啊，你可以选择包月、包年或者包季度的方案。特别是 XGPU 服务，它是两种会员制度的整合，二合一的方案。它可以每个月送你4款游戏，而且还可以提供线上联机服务，而且还有100多款游戏大作让你玩啊，免费下载终极版。后来呢，索尼 PS4 还有育碧呢也推出了类似的订阅服务。总的来说，游戏行业在转型啊，从那种买断制到订阅制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Spotify 还有 Netflix 的订阅服务。基本上所有的 Xbox 玩家呢，买主机之后呢，都会订阅这种服务。所以对于我们 Xbox 玩家来说呢，《荒野大镖客2》加入 XGP 阵营就相当于免费了。所以标题就是这么来的。对于 Xbox 玩家来说呢，《荒野大镖客2》就可以免费下载游玩了。如果你是刚入 Xbox 圈的新玩家呢，建议和老司机呢多交流一下，可以少走弯路啊。目前的官网还是有活动的啊，10港币就能体验一个月，到时候记得把自动续订给关掉就行了。之前呢还有10港币3个月的优惠，你还可以不断的创建小号，3个月过了再创建小号再买3个月。之前还有一次E3发布会的活动呢，特别爽啊，大家都薅了3年的羊毛，就直接办了 XGPU 3年，而且特别便宜，因为 XGP 和 Live 金会员呢都是支持直接转换到 XGPU 的。或者如果你有非常要好的朋友，你也可以直接白嫖啊，像我直接白嫖了我朋友3年的 XGPU 服务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游戏库有多大，里面包含了 Xbox Live 金会员每个月送了4款游戏，每个月送4款，累积下来已经送了很多款。那么呢还有 XGP 100多款啊大作，除此之外呢就是自己购买的游戏了，还有兑换码，兑换的还有免费送的。好的，那么的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啊，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。那么呢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祝大家玩得愉快，一起加入 Xbox 阵营吧， Jump in。